现在头好晕，肩膀 好痛哦，还有我的腰好像快要断掉，我的脚好像不能走路了，我该不会以后都变成白咖了吧？厌烦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太夸张，让我不想理他。觉得有点厌烦了，觉得小孔有点 over 了的人打圈，四五六。六个人打叉，其他都打圈哦。一个小朋友是不是要夸大其词？但主要我还是希望能够得到注意。你们觉得哪些话是夸张的？然后可能全班都感冒了。有时候夸大其词，多少跟孩子的创作想象，会有关系。重要的是，我讲的这些话会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？有。